超品 One Piece 海贼王即将推出第一款对战类动作游戏啦，而且这款 One Piece Burning Blood 也预计会推出繁体中文版哦。各位海贼迷们还在等什么？马上来看看吧！万代南梦宫日前宣布，将于2016年发售的 PS4、PS Vita 游戏软体 One Piece Burning Blood 将支援繁体中文喽。本作为 One Piece 系列游戏首度的正统对战动作游戏，让全世界都能享受更不一样的 One Piece。游戏中玩家们需要战略性的布局，像是如何善用漫画原作中各种恶魔果实的特殊能力，以及每个角色对霸气的掌握。透过 PS4 的高性能，恶魔果实与霸气的能力将更真实、更震撼。无论是火焰或寒冰，都将为战斗增添更多魄力。玩家们将从对战动作的角度体验 One Piece 的战斗魅力。作为海贼王系列的首款对战游戏，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支持一下的啦！